相信生活。跟我讲年纪对不对？但是你看我年纪哦，你回去看镜子，我跟你比起来，谁比较年轻？不要自取其辱，不自取其辱。好了，生日不要跟粉丝吵架。是。接下来是粉丝特别献礼时间，百分百永远爱你。哎，我永远在这，好好，太好了。我们这次准备的礼物，我们知道天王很喜欢意大利的兰博基尼。哎呦。哎呦，特地从意大利订了一部。哦，我这个礼物呢，你知道很可爱哦。生日快乐！什么？哦，真的是啦，真的是哎。什么？真皮的。哎，那个咸鱼有没有？请问一下，你是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记得了吗？哇！欢迎第二位神秘嘉宾出场。欢迎。也非常感谢很多喜欢罗志祥的歌迷，还有现场的 SFC。我希望呢，你们那份心都是跟 SFC 永远连在一起。谢谢。